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猫讲娱乐。如今人们如果想了解天气情况的话，一般都会选择上网查询，因此天气预报的收视率也越来越低了。但是在韩国和墨西哥却不一样，他们的气象节目收视率一直挺高。先来看看韩国天气预报的女主持人。韩国被称为时尚大国，因此韩国的女主持人颜值大多数都是非常高的，并且还拥有着一双大长腿，长腿可谓是非常吸睛。此韩国天气预报女主持人的穿衣风格也是非常时尚的，也正因如此，韩国的气象节目收视率一直都很高。看完韩国天气预报女主持人，我们再来看看墨西哥天气预报女主持人。本以为韩国已经够拼了，没想到墨西哥更绝。他们在节目中穿着也是非常时尚靓丽，比韩国主持人还显身材，怪不得韩国和墨西哥的气象节目收视率一直很高，原来和主持人有着很大的关系。你们更喜欢哪个国家的主持人呢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